结果呢？贝森。放下！我眼睛蒙着，我也没看见呢。我，哎，我怎么听见？我听见那个龙马，快说！龙马让大雷准备绳索。绳索？嗯。干什么用？好像，啊，渡河。我们的弟兄一般都是旱鸭子，这水太深了。
井枪声好像很近了。韩小狗，韩小狗，韩小狗，少爷，打开缺口了。鬼子过来了，你们吸引住鬼子，其他人跟我上山。大家听着，出发！他们分开了，龙马在哪里？哪里才有珍宝？告诉部队，全力堵住龙马的去路，不能让他们跑掉。给燕飞一支枪，情况紧急啊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。不行，我对他不放心。我信得过。怎么的，你还担心他向我开枪吗？啊，快去啊！这是老爷让我给你的，拿着。没吃，小心孩子，你不怕吗？爷，我不怕，我杀过好多鬼子呢。啊，哈哈，好啊，好。
来吧！快打呀！让我见西曼一眼。第二，我死以后，你必须要杀了方七美，听见没有？说什么呀？你发誓，孩子，发誓！我发誓，不告诉他，我不告诉他们。啊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不要管，全部来这里堵住龙马，堵住龙马！哎，快把绳子放下悬崖！这落下去之后，下边的人一定会把珍宝运走。20年的心血，珍宝就在眼前，一定要把它抢回来。赶快抢回箱子！嘿。
箱子开枪，别吓到龙马，别从箱子开枪。司马先生，现在怎么办？命令部队抢占悬崖，打捞箱子。哎，报告大佐，我们抓到了叶飞。您的伤伤得很厉害，您心里清楚，那您能挺得住吗？都往那个箱子上打，马还有活头，你怎么就不拦着他？龙马的本事谁能拦得住？拦不住我就跟他一起跳下去，要死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。有你这么爱他，龙马这家伙还挺有福气。原先也这么爱他，他也这么爱你，可是他现在说的话你怎么就不信了呢？他千方百计的想让你记起从前的事情，那是因为他在乎你，他爱你。就算你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，你也应该相信他呀。如果你对他的爱还有原来的半分，你也不能眼睁睁地看他跳下去啊。听你这么说，只是在怪罪我。你就一点也不心疼吗？你连一滴眼泪都没有，你真是气死我了！你气不死，我告诉你吧，龙马不会死。不管多危险的绝境，他都能活着回来。他要是活着，他怎么可能这么久都不回来？什么呀，你起来啊。小苹果十娘，我求求你去找找他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当心你肚子里的孩子，快起来呀，起来。老天爷，如果你能让龙马活着回来，我一定把
把他让给小苹果，我一定把他让给你。我没事儿。所有的弟兄我都问了一遍，当时大家都在忙着对付鬼子，所以没有一个人看见是哪个混蛋向您开这一枪。你喽，他已经让我打死了。小苹果，王先生，您现在感觉好些了吗？我没事儿，谢谢。我有几句话想跟您单独说说。啊，他来呀。王先生，王太太让我告诉您，她给您织了一件毛衣，等再见面的时候，您就能穿了。等等等等，你说什么？白慧的手脚能动了？不光手脚能动，还能开口说话呢。太好，太好了。百惠命苦啊，跟了我没享着福，竟遭罪了。小苹果，你快告诉我，龙马叫白慧娘了吗？喊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这回我的心呢，算是放了一半了。另一半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小苹果啊，这个我看到了，看得出来，龙马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。可惜呀，让燕飞挑拨离间，劳燕分飞。不光你们俩，我们大伙儿都让燕飞给骗了。
燕飞不可信。小苹果，你千万不能信他的。我知道，我不会相信他的。我信您的话。你相信我？你都想起来了？没有，没有想起来。别着急，慢慢的就会想起来了。唉，想起来又有什么用？是不是什么都没忘？你是不是？你骗不了我，我知道你装疯卖傻是为了从监狱里出来跟龙马团聚，后来你发现了燕飞的阴谋，你就继续伪装，想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，是吧？不是。你骗了燕飞从监狱里出来，终于见到了龙马。如果我没猜错，是因为你看见了龙马和花丸子在一起，你不愿意拆散他们，又不能立即走开，所以你瞒了下来，自己忍着，对不对？那个王先生，龙马已经回来了，就在外边。龙马回来了。好啊，大雷，快去看看。哦，大雷中枪了，快不行了。少爷，老爷在等你。伤哪儿了？一点皮外伤。没事就好，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。爹，龙马这么久没回来，是在水里给耽搁了。他说那箱子可结实了，他就一直往下沉，往下沉，最后都沉到潭底了。哪有什么潭底，那潭水深不可测，根本就没有底。那怎么办呀？那水那么深，咱怎么把珍宝捞上来呀？你们笑什么呀？这珍宝都快让鬼子给捞走了，你们还有心思笑呢？花蚊子，你真够逗的。你把龙马骗了两次，现在龙马把面子全找不回来了。这话怎么说呀？你骗我什么了？是为了骗燕飞跟鬼子，顺道把你给骗了。你是先知道，师傅告诉你了。师傅，你偏心。不是，
我也是刚猜到的。猜到什么了？龙马左派一个小分队，右派一个小分队，故意让鬼子看到那些分队和他们装的箱子里边都是石头，这样鬼子就以为那些小分队是为了掩护真正的珍宝下山而迷惑他们。所以等鬼子看到我们出现在西坡，就会认为我们搬的箱子里边装的才是珍宝。其实我们的箱子里也是石头。咱们故意把鬼子引到西坡，就是为了让他看见咱们把箱子沉到深潭。那潭水深不可测，鬼子就算捞一辈子也捞不上来。我们事先已经查明潭水深不可测，鬼子用什么办法也不可能到潭底，所以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珍宝根本就不在这里。这是个一劳永逸的法子，画地为牢，把鬼子牢牢地拴在20瓦棵红柳树，让他们围着一潭死水转吧。落入深潭办法只有一个，打捞。我会马上联络帝国的海军，让他们给我派几个潜水员。只是潭水深。对这潭水就更加深信不疑了。只要这么一折腾，很长一段时间鬼子跟燕飞的心思都离不开红柳树了。大雷叔，你和小苹果按照计划行动，只要水面一有动静，就是我已经成功逃脱的信号，你们大家就赶紧撤。少爷，你就放心吧，以后每隔几天我就带弟兄们给他来一家伙。就这四个人？四个人足够了，两个人一组，轮流下潜。下水。龙马掉进深渊，王七美被我打了一枪，这父子俩已经受到了重创，没几天好活了。其余的人都是不堪一击的。
那剩下的就是我们这大捞珍宝的事情了。燕飞君，你看到珍宝的真容吗？当然，叹为观止啊。是些什么？难以想象。还是留个念想，等三木先生亲自过目。水有多深？太深了，根本看不到底。夏雨桐，怎么了，燕飞君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其中有个蛙人身上也有个胎记，跟龙马的是一模一样的。龙马的胎记？没错。谁的心是铁座，像一颗小小的云点，在夜空中划过，划破了寂静的夜色。谁的心是铁的，在冷冷的水中淬火，在磨练中坚韧，任性着将自己划破。如果要